11月15号，柯文哲、马英九、侯友宜、朱立伦面露微笑，秀出蓝白盒六点声明。虽然破局，但四人因为涉嫌搓汤圆，现在被列为选他自案被告外，传出还有没写在纸上的神秘第七点。第七条就是他们谈好，但他们谈好副手很大的原因哦，他还蛮高兴就签了嘛。他当了副手之后，蓝白盒如果当选正副总统，要请他就推动修宪的工作。蓝营自家人爆料，还扯出神秘第七点，说是要让内阁制顺利推动。传出柯文哲也欣然接受当副手，只是没有白纸黑字。可第七条写成那个白纸黑字不太好，就口头大家认了就算了，对。因为写的话好像大家在谈好条件，那民进党也会攻击嘛，这当然不好。六点就六点，还有第七点，你是看哪一报的？庄小平的话你也信哦？我不重要嘛。你信不信我也不重要，重点你有没有，你就说没有就好了嘛。钟小平有信心，强调消息来源很可靠，邀柯文哲隔空对峙，只是也参与蓝白合政党协商的侯友宜却显得低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不知道小平哪里得到这消息，小平很厉害啊。如果真的有这第七点，我觉得也很好嘛。哦，那柯文哲还是没接受啊。修宪是国家百年大计，而且我也很赞成这个改成内阁制。有参加的低调，没有与会的态度暧昧。来自自家人爆料，神秘第七点到底有没有，话已说出口，剪掉要厘清的可能又加一。三立新闻何孟哲、游涛台报道。